爸，原谅我接下来要说些不吉利的话。若我有什么不测，请务必保重好身体。孙叔叔，啊，你这次回来，孙爷爷肯定可开心了吧？啊，这次能带很长时间吗？能是能，但不是在家里。啊，去哪儿啊？我就今明两天放假。 后天就要住进科学院进行病毒研究，之后还会去一线参与重症救治。那不是很危险吗？对啊，不能光研究不去一线吗？有了参与一线工作的经验，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。昨晚11点半，在北京市军地双方的通力。孙叔叔是不是也要去这个医院啊？已经去了。那他会没事的吧？ 现在去那个医院的大夫，真的都是在拼命了。那医生都那么厉害，他们肯定能保护好自己吧？他们离病毒太近了。可不是呗，你说这天天穿着防护服，干什么又不方便，这别再累出点别的病了。呸！我说的不好的都不显灵，我说的好的都显灵。 再说，百青那么好的一个人，肯定没事的。肯定没事，肯定没事。就是孙老爷子，不知道多担心。28号，中国大陆8个省份。觉得咱们应该多关心一下孙氏，他表面上看着跟没事似的，那心里边肯定特别的着急。肯定的呀，那老爷子倔呀，不让咱去看，你在单位都不许提这事儿。哎。 要不我去干村委吧？村委不会骂我，张琪也刚从医院出来，我叫张琪还有素年哥，我们一起去热闹热闹。我看行哎，我赶紧去酱点牛肉去，明天你给带回去。哎，23例，新增一次病例12例。闺女长大懂事儿了。河北新增一次病例12例。 山西新增病例29例，医务人员2例，未出院1例，新增1例。爷爷，您中午吃啥了？啊？您中午吃啥了？您不会还没吃呢吧？哦，我不饿。爷爷，您可别减肥，瘦了显老。我已经够老的了。孙爷爷，这是我妈让我给您带的酱牛肉，要不您先尝点？嗯，还是要吃主食。孙爷爷，我爸教了点手艺。 你要是现在过我，让我试试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我们走吧。孙爷爷，我陪你下棋。下棋啊？嗯。好。嗯。好。孙爷爷，来吃一碗孙年哥给您做的面。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 要不，爷爷先吃，我们先回去。哦，也好，也好，走吧。嗯。爷爷，您记得吃面啊。啊啊啊！好，爷爷再见。好，好，好，嗯。您记得吃吗？嗯嗯嗯嗯，再见啊。 原谅我接下来要说些不吉利的话。若我有什么不测，请务必保重好身体。